我谨代表本次展览日方的联合主办方，欢迎所有亲朋好友、所有来宾的到来。我在济南代表爱马仕艺术中心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孙老师的作品，可以在视频上为你的到来做准备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幺三中，我光是应答过各位衣食住行，那也来到。我们在一起记录作品。